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的执行长。我跟淑姬认识是在15年前，我们那个时候关心全台湾的这个猪的屠宰啊。那新竹有一个屠宰场，那个淑姬跟我们一起这个跟全台湾的环保团体、动保团体一起开记者会啊，希望猪的屠宰不要像以前一样，猪完全没有给它打昏啊，直接就拿刀子刺。现在的这个现在屠宰的方式已经不一样，现在可以用电极，那淑姬跟我们开完记者会之后，隔了没多久我问他说，那你开完记者会之后可以做什么？他说没有，他只是不敢吃猪肉而已。不过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改了，已经改了。好，那淑姬不只是跟我们参加人道屠宰的议题了，神猪的议题也很多，流浪狗的问题他很关心。那我今天简短的希望祝福他参选这个市议员，当选之后，为新竹市，不只是南区，为新竹市的动物来争取福利、争取权益，不仅仅是只有猪的福利，还有流浪狗的问题，还有动物保的问题，都希望淑姬未来能够替动保来发言。谢谢大家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在清华大学服务，我今天会过来这边，其实是怀着我在23年前来到新竹这个第二个故乡得到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帮助，其中尤其是在早期的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，在淑姬、在高清波先生、在其他的一些我们清华大学的教授的这一些帮助之下，让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得到非常大的改善，尤其是李长荣化工厂的迁厂。那也因为这23年来，我们看在有这么多的一些环保的志士为我们新竹这一块土地的打拼，虽然我没有办法来南区帮淑姬投下一票，可是呢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呼吁，我们在南区一定要有这么好的市议员，他不只是会为我们南区服务而已，为我们整个新竹市、为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努力。所以呢，我特地来祝福淑姬呢，继续的加油，高票当选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中华来，我会在透早就来呀。我是安那要按这样的所在走来这哈，因为我差不多10年前拄到钟淑姬姐，我称为她老师了哈。因为这场所来的是你分享伊的环保经验，我迄时我对印象就好诶。恁姐姐水果娘啊，讲迄话哪有这有智慧？哎，甲迄大厂商吼在抗争，哎成功啊！我觉得她真的很有智慧哈。那时候马甲在讲哦，原来是清华大学高学历的哦，就地位一查囡仔啊，实在足水耶，讲话看起来就是很斯文、很温柔的一个女孩子，可是讲话就是真真见血这样子，也不是很凶啦，就是我觉得很厉害、很佩服。那她就变成我的榜样，想说我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女生，然后呢，一起来守护环境。那时候她对我给我印象很好很好，然后一直。还在还在深刻在脑海里面，而且十几年前印象足好诶。啊，妹啊哈，我差不多高啊八年的时阵，中华有一个中科四期哈，甲主科同款啦，拢是科学园区啦。啊，我知伊咧反对科学园区吼，啊，伊知污染足严重诶，伊就甲我讲，迄物件足多足多诶，啊，有一寡经验拢甲我传授。所以我咧反中科四期这经验吼嘛足成功诶吼，啊嘛是伊诶。提供予阮足好个资料，个资讯，个经验，我所以感觉足感谢伊个吼。我今仔扎一个白海豚啦，因为阮咧守护白海豚啦吼，啊嘛咧守护海岸，啊嘛咧守护阮中华是粮仓吼，就米仓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总书记呐，咱来台湾个国宝，因为真正做环保、遮落实个、遮基金派啦，咱讲基金派台语嘛讲嘛毋知，就是就迄就，我袂晓讲，就基金就拍拼啊。唔惊死啦，但是是惊死的啦吼。啊，伊会安尼做吼，我感觉足佩服。啊，甲咱个国宝同款，因白海豚即马差不多剩70几只，爱去咱个台湾个国宝吼。啊，所以我今仔想讲，无管偌远，我一定爱中华行起来，一定爱来吼。啊，靠阮囝，甲阮翁哦，阮
我一家三口一起上来，就早了起来哈，为着要来甲伊收听吼。啊，所以我想讲，咱来画一个口号，我感觉我今日目标达到，好，咱画钟淑基动善，好不好？钟淑基动善，钟淑基动善。越来越好哈，啊！恁若选了别人，咱是无法度保证，但是钟淑基绝对是伊这种人的哈，啊！加油，谢谢。好，来。